Baby Station，在这里。这是 Mommy Station，很多仪器。这是 Daddy Station，Nothing。这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干什么的。这是小 baby 洗澡的。洗手间，这洗手间怎么还不让用啊？你看，放个纸条。感受 ，How you like this room？ 现在没感受，一会儿打了就开始痛了，就有感受了。现在到医院了，做了检查，现在在打点滴催产，宫颈口依然还是没有开，因为说是第一胎，虽然说就是子宫的柔软度什么都还是挺好的，但是宫颈口还是没打开，所以现在在打催产素。打了催产素之后应该很快就会有反应，就是所有的条件是具备了，接下来就等着顺产吧，加油小可乐。现在是晚上9:15，刚刚上了药，然后加速宫缩，现在宫缩的感觉是越来越明显了，因为我们是没有吃晚饭，6点多就过来了，所以在网上 order 了一点吃的，现在要吃点东西。哇，现在宫缩的感觉，还不是那么疼吧，但是会比之前会强烈一些。点了个越南粉，点了个春卷儿，现在是晚上11点多。今天是我们来医院的第一天，可怜的爸爸只能睡在沙发床上面，连个枕头跟被子都不给，所以来医院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带个小毛毯，然后必要的话自己带个小枕头，不然的话爸爸会很冷的，而且晚上空调很凉，最好带个厚的小外套。然后这边是宝宝的床，已经安排好了。催产素的药效会持续12个小时左右，也就是我是9点多上的药，要到明天9点多的时候
可能在后半夜宫缩会越来越明显，像有的时候宫缩会挺强的，但是我还感觉不到痛。看一下后半夜，后半夜可能会痛得比较厉害。你现在要准备休息会儿，小宝宝很活跃，一直动来动去的。Good morning， 现在是早上的7:15，现在宫缩已经越来越频繁了。昨天晚上是打了2次阿维布洛芬，然后才睡了几个小时，不然太疼了，真的没法睡。现在那个药效又过了，又开始疼了，就一阵一阵的，超级疼。早上在5点多的时候检查，已经开了1指，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开到2指或者3指。一会他们就是换完班，白班的护士会来给我检查。我这宫缩真的是，这算什么？早餐时间。好了吧，好吃吗？还是吗？1月的丰盛早餐，还有咖啡呢。翻一个手。好，翻一个。现在已经是快10点了，看到没有？然后疼是疼得厉害，才开了不到2指，接下来还要加大剂量，加强宫缩，疼得连吃早餐都没有胃口，全身都疼，后背疼得厉害。刚刚出去让我走动了一下，然后接下来就要加大剂量，加强宫缩，这样就能帮助开指更快。哇，所以催产真的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难受。现在是下午4:30了哟，从今天上午10点多开始一直在打那个吊瓶，就是加强宫缩的，但是我反而没有感觉那么疼了，宫缩的频率是加强了，但现在的话呢，也还没有任何的动静，一会儿可能 OB 会过来看一下会不会要破水。继续加油吧。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吃了早餐，没有吃任何的东西，已经不给我吃东西了，只能吊盐水。下午5:08，突然感觉一个气球破了，一股软流出来，20多个小时终于破水了，然后现在开了2指，现在宫缩的频率也更强了，接下来就要加大力度了，加油！原来破水之后的疼才叫真的疼，这个疼真的锥心的疼，疼的嗷！这之前的疼都不叫疼，你知道吗？哪怕宫缩160都不叫疼，现在才是真的。T32疼吗？它一阵一阵的，就是很稳定的那种频率。我
给疼哭了。现在直接叫了一声无痛，但无痛得半个小时才能赶过来，还能忍受一会儿。不过好消息就是破水之后开指真的特别快。现在是晚上7:50，咱们在7:20左右已经上了五桶。现在86，你有感觉得到吗？没有。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上了五桶的好处就是感觉不到痛了，但是宫缩还是在继续。是刚刚上无痛的时候胳膊我难受了，前面宫缩后面上无痛，冰火两重天。现在就等着继续开到食指，开到食指的话应该没事。真的是冰，小冰坨子。你是吃了牛排，还是吃了意大利面？好吃吗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挺脆的。现在是6:00的时候，2个小时了。没有，7:15上的无痛。对啊。上无痛之后，到现在不到2个小时，已经开到8次。但是上完无痛之后，我抖得跟只鸡一样，一直在抖。知道了。OK。而且还插了尿管，插尿管是最难受的，比打完针还难受。12个小时，所以只能选择剖腹产。现在就是伤口还是有点疼，然后我们现在转到了一个新的房间。其实这边是那边是属于生育的，对，这边属于儿童区。对，儿童生完之后的话，我看他隔一道大门嘛，而且哦。就是从 building 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咱们是在那个 building 的另外一侧。这个房间也还挺不错的。就是比那边小一点，但是是说，但是环境会比那边要温馨一些。这边还有窗户，准备的玻璃板也很受欢迎，基本上小护士们都很喜欢那个笔和咖啡，然后。故事们也都很好，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到至少两天。两天，明天后天可能。然后就能出那种心理的锁着，为什么？生完之后就是因为麻药的效果一直有点打瞌睡。没有，那个血氧低，然后那个血压也低，
对，七十四十那时候，因为催产的时间真的太长太长了，其实整个催产过程是挺辛苦的，就是宝宝也很努力，我也很努力，但是就是开到九指多的时候没有办法上十指，所以就一直就没有办法顺，就最后只能说果断的选择剖腹产。接下来就需要好好休息了，就我觉得就是说还是能顺就顺吧，然后如果说实在不能顺，还是要当机立断的选择剖，这样子对宝宝对自己才会更好。因为我到昨天晚上的话一直就是都开始出血了，上完无痛之后虽然说是不痛了，但是一直就没有办法开全指，然后插导尿管基本上里面都已经出血了，所以早上 OB 过来就直接就是说就给了我们建议，就是说就要不就选择剖，因为如果不剖的话就会比较危险。睡得先安心，说梦话。你出生那一刻哭得可响亮了，其实剖一点都不疼，就是后面修复的时候可能伤口会比较疼。加油！尿啊！长颈鹿。这是给你吃的吧？小可乐哪吃了这个？小可乐，妈妈在吃你的 birthday cake。你睡得这么香。今天要出院了，今天已经是28号了，来了医院好几天，进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家的时候带了一身伤。我是顺产转剖腹产，所以就是疼痛感是加倍的，现在整个伤口麻药过后就真的很疼很疼，裹了那个收腹带，据说是要裹至少两个礼拜之后去找 OB 复诊。小家伙昨天晚上还闹腾了一晚上，原因是因为吃的太少了，他现在的奶量在出生第二天就已经达到了一顿可以吃35ml，然后我们本来是控制给他每一次吃20ml，结果吃不饱不开心，一晚上闹腾哭。后来一个科医生过来就告诉我们，就是尽可能还是让他吃饱，吃饱了他就睡，反正不用担心，就是说给他吃多了，只要是拍嗝拍好了，不让他吐奶就行，然后他的便便什么的就会慢慢正常，体重也会慢慢正常。好吧，今天我们要回家了。今天要出院了，要回家了。